他弟弟呀，他说由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哈，哎，组成了任意的四位数字。这任意四位数字就是说哈，它可以重复，比如说可以有1113，哦，这数字可以重复的。那么求呢，共有几个四位数？好，那这四位数的话，我就把它框起来，总共有四个位置嘛。第一个位置哈，不能填零的，但是可以填一到五，所以有五种方法。第二个位置的话可以随便填，它有六种方法，第三个有六种方法，第四个有六种方法，所以它总共有几种方法？总共有五，再乘以多少呢？这六的呢，三次方了。所以这样算一算的话，总共有10呢，80。啊，或者你也可以用排统原理，排统原理的话就是说哈，全部的，啊，扣掉什么呢？扣掉第一个位置哈，它。扣掉第一个位置是零的，哦，UA 这样子，哦，或者说哈，第一个位置不能等于零，哦，这样子，那就全部嘛哈，啊，扣掉呢，第一个位置是零的，那是重复排列嘛，就是呢，这个是二四六个，哦，六个重复排列的话，取四个嘛。所以是六的四次方，那扣掉的话呢，第一位就是零，那其他五个数字呢重复排列嘛，啊就是五的呢四次方，啊那这样也是可以，乘五的四次方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第一个位置的话哦，扣掉第一个位置是零。然后第二个位置、第三个位置，总共有几个位置？这个是六的四次方嘛？这应该是减掉六的三次方。第二个位置的话也可以是零的，所以这是六的三次方。我说第一个位置哈，这个是第一个位置是零嘛？那第二个位置有六种方法，第三个位置、第四个位置都有六种方法，所以这样出来的话也是五哦，就是把六的三次方抽出来了，五乘以零六的三次方，所以这答案也是10080。哦，这个呢是第一小题啊，好啊，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他说哈，有几个四位奇数的，那四位奇数的话就是说。第一个位置的话呢，它有五种填法，第二位置六种，最后一个位置的话，因为它的奇数嘛，它只能填一三五，所以三种方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总共几种方法？就是五乘以六的平方再乘以三的，哦，36乘以15，5630，15 16，16 6 13，12520。那第二小题呢是540，我看到，35 15 66 365 6 30 13，15 18，这也算错，哦，这是四，所以应该是540种。好，那再我们看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，它是说哈，有几个四位偶数的？那四位偶数呢？这个哈不能填零嘛，五乘六乘六，那最后一个一定要填偶数嘛，填零二四有三种，所以算出来也是540种。哦，这个呢是第三小题，啊，这第三小题，啊，这是第二小题。